你喜欢蓝色多啲定红色多啲啊？喂，咁啱嘅，今个星期嘅星座运程话咧，红色会为我带嚟好运嘅，话唔定遇到真命天子。红色啊？咁你咁迷信噶？我只不过有两部 MP3， 睇你想要边部啫。咁啊，如果真系遇到真命天子啊，迷信都冇所谓喎。呢个韩国受欢迎嘅 MP3 品牌推出呢款全新嘅 MP3， 除咗有红色、蓝色之外，其实仲有黑色噶。唔同嘅颜色就代表拥有唔同嘅储存量，而且佢体积细细，等你可以轻轻松松带佢出街。啊，呢部 MP3 机睇落都几 user friendly 啊！佢备有四行嘅液晶显示屏，所有资料都一目了然，而且仲有五向导航键，全部操作用只手就可以搞掂晒啦。至于音色方面，就特别采用咗 BBE 系统，可以减少音乐失真嘅情况，等你可以欣赏到清晰细致嘅原音。另外，为咗方便你传送资料，佢嘅机身仲设有 USB 插口，可以同电脑相连，传送速度可以达至每秒20 Mbps。喂，思思啊，嗯，我觉得真系几好啊，嗬，嗱，又可以用嚟听收音机啦，仲有啊，差两个钟头电咧就可以播放20个钟头嘅音乐，我唔使听听下冇电好冇瘾噶嘛。嗱，如果你嫌20个钟都唔够嘅话咧，我仲有一个好介绍，就系 G3 啦。呢部 G3 亦拥有唔同嘅储存量俾你拣，分别系256 Mbps、512 Mbps 同埋1GB。佢最大嘅优点系用一粒 AA 电池就可以连续播放50个钟头，足足可以俾你听2日2夜啊！呢部机具备咗一般 MP3 播放器嘅功能，而且内置 FM 调频，亦都支援唔同格式嘅档案。另外，佢仲备有声音录制功能，能够直接录制成 MP3 档。除咗系一部 MP3 player 之外咧，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外置储存器使用，帮你储存其他格式的档案。